大家好，我是龙。有龙的粉丝吗？有龙的粉丝吗？有遇到一些小妹妹啊，问说龙到底什么时候来？我说时间还没有到，时间还没有到。哎，那你这个阿里魅惑时代的阿里是新角，我记得你还要出一个唢呐，电玩唢呐对不对？没有，那不是我。那不是你的，我看到你粉丝团上面有。不是我。不要这样，你嘛，你赶快跳坑啊！我也很想看。 那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的粉丝团。我觉得就是好，大家有缘分就可以收集到龙，那龙是填写的龙嘛。好，那有想要上来跟龙合照的吗？有人想要上来可以举手，赶快，赶快给你机会，有没有？来，来，上来，从右上来，从右上来。 没有，哎，你干嘛？不好意思啊，你平常就是这样子的，还没把手到，姨妈很难控制，姨妈很难控制，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姨妈。来，我们一组一组，冲天力，然后你现在扮演角色是，现在扮演的角色是黑执事里面谢尔环东还武的紫尊鸟。 黑执事，黑执事也蛮好的。哇，好多女生都看黑执事，可是我是男生。哇，但我就知道了。我是秋秋，扮演的是。大声一点，大声一点，大声一点，要有信心，要有信心。你现在就是融入这个角色了。杀了你们。OK，OK，OK，OK。那等一下我们私底下讨论来。怎么？对啊，对啊，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私底下讨论来，你先自我介绍。 大真鸟，我是秋秋，秋秋，山丘的秋，秋秋。然后你今天扮演的是，战国里面的黑白兄弟人。黑白兄弟人版，对。好，谢谢。那下一位，都轮到你了啊！哎，我是何前前彦，不是前彦火锅，前彦火锅，前彦火锅，对不对？ 我今天扮的是初音性转的俄罗斯套娃，你干嘛性转？你就是女生啊！我要性转。<笑>你根本没有性转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才真的有一个性转的啊！初音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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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一开就知道了。是，哎呀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啊。<笑>是啊，连头发都不像了。好来。大家好，我绰号叫圆圆。圆圆。 进击的巨人里面的三米阿特曼，三米阿特曼，米卡萨，这是我们平常讲的米卡萨。来，第一次自我介绍，很害羞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我们现在真的是大家有机会来认识一下。我们来这边当然是跟其他的 coser 交流。嗯，我是子黎，扮演的是千本樱。千本樱，对，千本樱。好，来。我是李黎，我扮演的是。 地宫中学刺司的同人角色。地宫中学刺司的同人角色。好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英雪。英雪。我今天扮的是《风花爱豆》，就是初音系列的里面的Oliver。Oliver。对。初音不要大家不要以为就只有女生的角色，因为只有那个绿头发、蓝头发的。 林东版，有盒装版吗？<笑>我叫冰姐，我今天扮东京餐总的铃木神照。林东京餐总的铃木神照。铃木神照。林木神照。我叫燕燕，我今天。你早上今天早上那个麦当劳吃很多，对不对？<笑>没有，番茄酱都出来了。 东京贵的那个餐厅，那是点餐。大家好，我是日本人，中文一点点。我叫丽娜。丽娜，丽娜，丽娜讲。丽娜，丽娜讲。好呀，日本语。
的名字 Edina。Edina， 嗯 ，Edina 家，还personal， 陪我打娃。Hi，Hi，Hi， 啊，谢谢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日本朋友都很大方的自我介绍了，我今天好多日本朋友来了，来。不要再推了，刚刚已经这么多人，对不对？看着他，来看着他，来看着他，给他压力。你们三个一起吗？你们是一个 team 吗？你们好，你们自己介绍。听不到，听不到，听不到，来，听不到。寻神归众议，其实我 S 属性可以再讲一次吗？我最喜欢七 M 属性的，快点来，你可以再介绍一次啊，把他刚刚讲话再讲一次。嗯，快点，大家好，我是。大家好。你是日本人吗？要模仿他。哎，你好，我们来再讲一次。我们班的，大家好，我是，真的真的可爱，就是我让你们的跳过来。那 yes 怎么？等下回马枪。我刚刚讲过，我是重度 S 属性的哦。来，往前站，往前站，大家不要那么后退。来，来。令令，然后你 cos 的角色是？千本樱的零，现在几年级？国一升国二。国一升国。这边很多国中生，对不对？那边都是啊。我今天遇到很多国中生哦。国中生，你应该也是同班的吧？同班的，来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赤月。赤月，嗯，然后。我现在的角色是双冰也要谈恋爱。你可以再讲清楚一点吗？你讲太快，我听不到，我老人家。我是故意怕，等一下我爆炸哦。你可以到我的地吗？讲太快，来，张哥听来。是。这部我已经看过啊，为什么要讲到我好像讲日文都听不懂？中二病也要谈恋爱，谁有病？中二病也要谈恋爱，来，中来，中二病也要谈恋爱，快点。中二病也要谈恋爱。好，谢谢你。来，请自我介绍，也是日本朋友吗？一起是不是？你呢？结婚秀感觉开心吗？大家好，我叫思思。思思，然后你呢？大家好，我叫雪阳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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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你们扮演的角色是？扮演的是鸭虎叉虎 SS 的26周跟零零年。鸭虎叉 PSS 叉，那有 PS 过吗？没有。我有问过，看过那一部，但是我没有追完。很明显是，来，我先站啊，我先站啊，躲到角落干嘛？很明显是女巫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佳。小佳。扮演的是犬夜叉的。犬夜叉的谁？杰哥。老实讲啊，犬夜叉真的还蛮久的、欸，是我。第一集是从我那个年代开始的。好，谢谢所有 coser， 我们台下请开口讲话了。是，我先开口讲话了。因为上礼拜站在扮演角色跟大家讲。哦，我说无头骑士一个乐赛演技。对啊，他扮了无头骑士，他戴那个安全帽那个话都不能讲，然后那个衣服啊，汗一直飘一直滴，超级。因为他忠实的人，这不能讲。对对，不能讲话。好，所以你跟我今天扮的就是。我的弗拉迪尼尔，有玩到的吗？有哈、哦，那边玩过的有没有讲弗拉迪尼尔的吗？有啊，所以大家知道米高德吗？有加入米高德的粉丝团吗？
你问我粉丝团可以讲一下。账号吗？还是就是你的那个啊 ，M O K I T 啊，对啊，就 M O K I T 就会搜出来。M O K I T， 大家可以拿起手机赶快加。因为你哥哥有时候会释放出他修罗时候的照片跟、对，就是一些好康，对。手自拍的，所以会想要分享，会分享过程，所以大家可以跟哥哥交流一下。是拍打就是这种价钱讲一讲。你有看到我问他吗？你看，是谁？对，你空手的脚。那个部落魔王子的李角。对啊，我就想说，那总跟你刚刚讲，他 cos 的是部落魔王子李角吗？好，谢谢，我往这边站。来，下一位，来跟大家自我介绍，还有你的角色。我是安西月。安西月。这是粉丝还是亲友？啊，粉丝哦，是粉丝是不是？等一下下来合照啊，谢谢，来。你好，我的名字叫分队长，大家想听分队长，所以队长是谁？因为我之前办那个韩剧，进剧里面的，所以你是里面的分队长。对，然后我今天办的是那个奇迹世代。那个里面的那个刺师未来工作服的新装，好，谢谢。地方中学的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黑。小黑，那个今天我扮演主语表小，那个帝国时代的黑子。黑子，好，谢谢。所以等一下可以投一下来。你存在感太重了、哦，你存在感太重了、哦，不像哦，存在感太重了。大家好，先让我讲两句话。S 属性是不是？我是 S 属性的啊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卤水。卤水。啊？卤水。卤水。然后我今天办的是初一未来的。恋爱哲学，还蛮负责，所以这是自己做的这样子，找人家捧的，所以这要花多久时间做 ？OK， 好，谢谢。下一位，谁？你已经有粉丝了，是不是？来，往前站，有粉丝，赶快，粉丝给你三秒钟，三二一，好，解释我是 S 属性。好，你可以下去了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雪，然后今天 cos 的是木云团第九位团员，名字叫空洞哈。然后这边是音，这边是我有问的，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，这样太过分过去了，太过分了，来，好，你们是姐妹吗？姐妹。屁股不要被观众，私底下不要跟我在舞台上玩啦、啊，剪刀石头布，你输了，走开。再一次的，我明天就出影了，慢慢出来说。哦，剪刀石头布，啊，还有你啊，对，我全很急耶，我是 S 级，我们全。好，最喜欢吃的是谁？来来，讲一下，让他讲一下。来，不要欺负他，不要欺负他。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。今天是玩腹语吗？我们今天看的是《杨戬》里面的角色。好，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。来，你看看，你面对观众，你做动作，来，站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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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走，你讲话。你不是要叫我走吗？你刚刚自我介绍啊，你刚刚自我介绍啊，好，那我们来介绍。这个主持人有点怪怪的。因为我是拉起来，拉起来。那个苦力怕原本是不会讲话的，啊，所以你要讲话已经很奇怪。我是语言化的，对啊。OK， 我的心很比较重啊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那主角存在感很重，来帮他介绍一下。这边这个是伊尼，这边是伊尼，然后
等一下，你要讲到大家都懂，等一下会抽问哦。抽问什么？又讲他不知道你讲什么话，算你的哦。我没有奖品可以发，我只是合照。我等一下有奖品可以发，来来，然后这位是还没介绍完。这位是卡农。卡农。然后这位是茉莉。茉莉，然后这位是阿姨，对不对？好像哦，阿姨跟阿姨好像哦。你知道从三百画之后，神乐就没有拿过伞吗？他是这个啦，大家都知道。啊，英文里面的神乐。英文里面的神乐。对对对。好。这两个人在主持了耶。好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要跟主持，赶快下去，赶快下去。谢谢神乐，谢谢神乐。哦，对于那个英文空之英丘啊，在三百回之后就没有 care 过神乐的月兔设定这件事情，我也觉得非常的妙。